现在在 Matarranca， 是凯瑟琳北领地凯瑟琳南边100公里的一个小镇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有那个两个温泉 Barry Spring 和一个 Matarranca Cerro Pool。可以看到这边北领地各地土著人都很多。然后关键是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，然后外边的温度达到了44度。把车停在了这个停车场里，我现在在 Matarranca Cerro Pool， 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温泉。哇，是热的，我镜头都有点糊啊。车停到那边之后，要从这儿走一小段路。这边是有一个酒店的，没。就打算住的可以住在这儿，旁边那个小镇上也没有太多住的。然后这边有个厕所，不是房车没有什么厕所的人好像可以在这儿换衣服，不知道有没有，好像也有冲凉。不过这个是淡水池嘛，所以泡完之后还是很爽的，温泉的感觉。两边就是很绿了，热带的感觉。好，大概走了200米之后，走到了这个丛林的入口 ，LC National Park。这里就开始进入这个丛林了。这里有一个牌子 ，Matarranca Cerro Pool。看一下这个地图吧。我们现在在这儿丛林里走一段，这里有一个叫 Rainbow Spring 的，它这个公园叫 Rainbow Spring 和这个 Cerro Pool 公园。这个地方是不能游泳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那边有很清澈的泉水。然后 Cerro Pool 在这里，然后再往前走其实还能走到河边，这个河边是有鳄鱼的，所以不能游泳。对，这里很近，我们走到这大概5分钟吧。大家可不要以为那个是危言耸听啊，这个画了鳄鱼的地方你绝对不能去游泳。因为有一次就是我跟朋友一起来，然后我们走了一个河边的一个步道嘛，然后他说是有鳄鱼，然后特别要小心进入，然后我们还是进去了嘛。然后我们走着走着，在河边靠着那个树休息，然后我们忽然发现我们脚边大概离我们不到5米的位置有一条两三米长的大鳄鱼，然后把我们吓得夺路而逃。不过现在还好，因为现在是4月份，它是属于一年中比较旱季的时候，然后12月份是最雨季的时候，然后来这里的路都会被淹，然后你开车都要漫过那种20-30公分深的水，然后我现在走到这个步道里，旁边一直都会有那个鳄鱼的那个警示牌，现在就算在这个丛林里啊。也还是估计有30度。我们这里有个牌子 ，Rainbow Spring 是右拐，然后 Cerro Pool 是左拐，70米就到了。Rainbow Spring 是40米，就是说相当于你从入口进来之后，差不多大概走3分钟你就能到这个温泉，所以这里是非常的，对于赶时间的人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景点啊。也在路上，然后你从高速。南北那个高速开过来的话，偏离高速大概就个10分钟就到这里了，不会很耽误你，不会很绕路。然后这里是 Rainbow Spring， 这里是禁止游泳的。看一下，这里就是 Rainbow Spring。之前来这的时候好像没有录像什么的，因为那时候还不怎么录像。都是拍拍照，看一下这个录像摄像头看不太清楚，但其实我是一眼能看到底的，差不多我估计得有个3米深。这里就是 Rainbow Spring， 看一下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摄像头能不能看清底下是多清澈，而且是能看到这个泉水不断涌出来的啊。底下其实它是很清澈，但是因为有那个波纹的原因，你看可能好像有点模糊，但其实如果没有波纹的话，应该一眼看到水底大概就是有个几米深吧，3-4米最多了。
然后我们接着拐回我们的原路，去到那个我们的温泉泳池。对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两个景点，一个是这个瀑布，还有旁边有一个叫 Bitter Spring 的地方，那个是一个更大的温泉的一片区域，它是整个一条河，它是一条河，然后你到了 Bitter Spring 之后，从上游下去，然后那条最就是游客游的最多的那段，就是差不多也就是两三百米，三四百米左右吧。从那个上游上去，然后一路飘到下游，然后从下游出来，然后再徒步走到上游，这么来回玩。我去的话，每次都要去玩个三四趟，挺好玩的。啊，蝴蝶。然后今天是真的非常热，刚才4点多的时候，在那个小镇上外边还是44度。刚才我下车的时候，在停车场趴车的时候，我看外边温度是39度，现在估计至少有30，就丛林里估计也有30度以上。然后来泡温泉真的是勇士。然后这边是有一些人的，有几个人，但是不多，这个池子也比较小，差不多这么大吧。其实如果它没有那么热，这么温也挺爽的，因为今天实在太热了。然后池子里大概有个两个家庭，然后准备下去游一波。这里就是 Matarranka Zero Pool， 是一个天然的温泉池。看一下这里啊，不算特别大吧，但是如果是酒店游泳池的规模的话，也是非常酷了。可以当做这个酒店旁边的私人游泳池，然后它水温是温的，然后我打算把相机架在这儿游一波。它其实从那儿绕过去之后，上边那边还是有一小段的。好的，架好了相机，准备下去游一波了。等会儿再拿 GoPro 录一波。
个水下，有棵树特别清楚，就是在水面上肉眼能看得见。哇，这水温太爽了，上岸之后会感觉凉快。岸上坐久了会有点冷。啊，跳水爽。哦，他们都走了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呜呼。可以看到头顶的小高树。哇，
再拍一波。啊，这次找到了机位。哇，这个泳池大概有，估计得有个30米长，然后7-8米宽，还算挺大的。主要是旁边都没有人的话，就显得很大。我是我自己的泳池了。我现在 Mata Ranca Serapro。好温暖。头顶上有个蜘蛛。唉，放在泳池边录。哇，好温暖啊！哦，行，可以的，一定。
你为什么得停呢？啊，是这样。现在六点半，应该已经日落了。大概再玩十分钟走。现在是6:30，正好一个小时吧。现在天太阳已经落山了，然后开始变冷了。就是我现在光着身子走在这个路上，会有一点点冷。然后刚才就是那个泳池里有那个黑人，然后跟他聊了两句，还然后有带小孩的，有两家，然后有三个哥们儿。穿着那个，就是亮黄色那种蓝领的那种衣服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路过的大车司机啊？我感觉如果是大车司机，就是每次开这条路路过的时候就过来晚上泡个温泉，挺爽的。就他们三个就是工人，也是胖胖的发福的那种，然后每个人手里拎两罐啤酒，冰镇的估计是。然后三个人往那个池子边上一坐，就那个他池子边上是有一排座位可以坐在水里的，坐在那个上面的同时身体是泡在水里的，然后往池边一坐，三个人就在那聊天喝啤酒，感觉蛮像那个，蛮有那种日本那种泡汤文化的感觉的，大家在温泉里在汤里就是聊天啊。看一下这边的森林，很小的一小段，我说话的功夫我就已经走到这个出口了。走了多久啊？2分钟不到，就走了2分钟不到啊，然后没有走到这个出口。 OK， 下回车上换个衣服，感觉澡都不用洗了，就可惜是没带，可惜没洗个头，然后接着开去凯瑟琳，明天买个潜水眼镜再来玩。很多北影地啊、内陆的这个酒店啊，都会养很多孔雀，能看到吗？超级多只的。天色已经有点渐暗了，趁着没天黑前开到凯瑟琳吧。